我心目中的群雄核心武将，第一个左慈。左慈对全军前两回合拥有35的规避效果和免疫伤害，并在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回合对全军造成休整状态。左慈的规避和休整状态可以完美构建规避体系的阵容搭配。第二个沮授，我军群体造成负面状态，沮授有很高的概率让负面状态增加一回合，这样的战法设定可以完美拉起一对负面类的，比方说使用控制类战法，或者说多回合的状态伤害战法。沮授对于全军的增伤控制效果可以拉到最大。第三个张角，张角的五雷轰顶伤害上限超高，但是对于太平道法的需求度也很高，这也是很多玩家会考虑太平道法给张角还是给庞通，这个就看玩家武将的红度以及阵容主将的选择，还在水攻和沙暴状态，拥有很高的震慑控制。第四个朵斯大王，朵斯大王是蛮族体系中绝对的核心武将，超高的60发动概率对于敌军单体造成猛毒状态，两回合内我军全体如果是非满族武将，造成普通攻击会叠加一层猛毒，叠加到三层，对敌军全体造成超高的谋略伤害。如果队伍中有满族士兵，那么非普攻战法也可以触发叠加猛毒。虽然赌全局属有一回合的冷却时间，但是全军的普攻或者说满族的其他战法伤害叠加满以后，可以让朵斯大王清除冷却时间。虽然朵斯大王的属性值偏弱，但是朵斯大王的整体伤害上限超高，是在多轰状态下也可以作为一个爆发型的输出核心来使用。